天天叫，那是你家的事啊。80岁，我叫，我差不多70岁。你懂不懂？我懂不懂博爱座？看清楚，这个不叫博爱座，你看清楚一点。没关系啦。博爱座先生，如果他是现在不要啰嗦。你不对啦，你这么年轻，人家跟你讲，你还不站起来？博爱座，这个女孩子坐博爱座，有个老太太，请她让座，她死都不肯让座。我看不下去，我就过去跟他讲，你应该要让座。你看不下去？为什么看不下去？他应该让座。他为什么应该让座？对啊，不爱座。不爱座是给需要的人的。不爱座，你不对啦！你这么年轻，人家跟你讲，你还不站起来？